多角马，七彩象神，你们快把我放了。九少爷，我们是不可能放你的。老大，交代过，让我们俩看住你呢，别让你跑了。爷爷他们为什么要攻打现短宇宙神界？为什么攻打现短宇宙神界？是为了得到现短宇宙神界的修炼资源。修炼资源可以用钱买，为什么要打架？九少爷，你今年才682岁，你还年轻，有些事情跟你说不明白。火灵善去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关我儿子，快把我儿子放了，若不放你们会陨落。别打别打，这就放了九少爷。难道只有你会派卧底吗？难道我不会派卧底去光速宇宙神界吗？有位小友多年前告诉我，光速宇宙神界会派卧底来见短宇宙神界再踢城。那位小友还告诉我，今天你们会攻打线短宇宙神界在踢城。线光树阵就想困住我们吗？线光树阵困不住我们，流光青狼刀九阶破阵破，大家进攻，今天一定要灭了线短宇宙神界。爷怎么办？无千大长老是六叶宇宙神界林神楼参加开门会还没回来。在此城现在有叶青卫神，叶青卫神可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光速宇宙神界来了60000卫神。孙子不要怕，一群蝼蚁而已，我一神就可以消灭他们。你才是蝼蚁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毒药应该发作了。流光青狼刀去。10万骨骼耳线诊玉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使用不了神力？毒药发作了。你什么时候下的毒？9天前，我派了几位神在无影和雪山下的噬神毒。噬神毒一般3天发作，不知道为什么你9天才发作。无影雪山下噬神毒，在踢城所有的神喝的水都是无影雪山的血化的水，你太狠毒，你竟然下毒，有本事堂堂正正的打一架。用下毒这种手段不是君子所为。激光术现之神，去死吧。也白给光术，你为什么没有中毒？因为我吃了生生不死灵药，我免疫毒。你从哪得到的生生不息灵药？一位朋友给我的。是谁给你的？快告诉我，若不告诉我，我现在就打死你。我不会告诉你是谁给我的生生不死灵药。不告诉我，我现在就打死你。流光青狼刀去。他们神多，我们不是对手，不要找神来救我们。广陵传印所，剑神兄弟，光速宇宙神界攻打我们现短宇宙神界在此城，你快来救我们。我这就去救你们。无限分身术，分身无限，无限分身，分身为100亿，100亿分身去现短宇宙神界在踢城救神。灰蛇神可以动手了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速战速决。这小子搬救兵了，难以置信，这小子竟然认识金神。魔法阵封印火焰掌。灰蛇神，你竟然是光速宇宙神界的卧底，您隐藏的好深。有灵符爬神，去死吧。无限空间瓶收，又获得了一把神器，未完待续。